见人事意己身，体天恩担大任。正想分。前言：人事于人生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事，替己身在这些事中要有所警惕，有所体会。借人事的历练，使自己奋发向上，成就自己。体会上天的恩德，承担大任务，牺牲奉献，以报天恩，成就他人。一见荣枯之己身之虚幻。荣枯比喻人世的兴衰穷通。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二回，人世的荣枯，仕途的得失，终属难定。荣与枯皆是短暂的，虚幻空幻不真实无常。人生短暂，不得久留，化短暂为永恒。世事难料，无法捉摸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物质享受，乐极生悲，精神胜于物质。二闻是非之修身之可贵。是非是观念与立场的问题，是是非非才是真理，需用智慧去判断，有智慧才不会落入立场中。是非是修炼自己心境的环境，唯有修身才能跳脱人世间的是非。古德云：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三学圣贤之立身于永恒，修心立命，扬名于后世。五大牺牲，一贯精神，挺身是担当。师尊子语：若无时时感念着前辈的精神，徒儿又如何效法之？如无前辈的脚步未准则，徒儿又如何走得开？师尊子语：修道半道，莫只在名相，只看牺牲；修道半道，莫只靠体力，但问精神。精神能投入，才能千秋万古。四体天恩之行身于责任。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受恩容易，知恩难；知恩容易，报恩难。多少人承受恩泽而不自知，只因为他来得太自然，人们也就受得很自在，毫无感觉。受恩太容易了，知恩何其难。知恩太容易了，报恩何其难。知恩不报非君子，感恩图报才是人之常情。我们知恩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就要报恩，否则即视之而不行。责任负起使命担，最佳的报恩就是担己任，先内修己，承担自己的责任，而后外度生道路推广。要负责任，先要有能力，没有培养能力，则无法承担责任。结论：责任负起。活佛师尊慈训要记，掌声响起。乾坤徒儿站起来，肯定自己的担待。者上白羊制服，挂神台。化身千万姿态，象征一种道气态，代表天人做主宰。乾坤同步走出来，确定自己的命脉，背起乾坤包袱拼能耐，凝聚百般情怀，实现一份道慈爱，正是模范做人才。责任担起来，修办更实在。这条路要更自立又自爱，责任担起来，修办更实在。
这段人生自然自在。道观古今耐人红，继往开来唱道统。一心度众脱苦海，终身舍己把周称。阐述道学先天解，先佛圣训讲分明。化人心止于至善，恢复本性为自然。净化世界为清贫，促进世界为大同。即莫生后世，真道为依归。